新加坡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刘庆元，由我来主演的电影《神探大战》已经上映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。全都是我们的案件号码，凶手一定跟警察有关。他是我们警队传奇，以前他的外号就是神探，他很有可能跟这件神探案直接有关。没人听我的话，所有人都疯了。你是香港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剧本，还没错过。我是神探，你是疯了。